前陨石降临，明知逃不掉注定丧生，世界破陷，天空灰暗，我最期望谁来慰问。爸爸妈妈朋友或爱人，耶稣佛祖神有没有份？我过去总未及抽空关注至亲，求神护荫，为了开心。二十世纪末日未接近时出生，繁华盛世怎么竟不会抗拒被问，从不愿意细致地对待人，为何又要父母操心？二十世纪月大月怕为情牺牲，祈求被爱，偏偏竟封闭对镜自困，从不习惯Thank you.